兄也太厉害了吧。他们俩你都没听过，我们同期的真传弟子。可是武长老的弟子。也可以智老拳。果然错过了一场精彩的表演。师父，武长老好。师父，你觉得我做的怎么样？自然是极好的。你明知道你是要靠暴力偷偷混进，你还吃那么多。这里是特别戒月室，对于外门弟子而言可是禁地，跟叶岛的师父一样妄自大。住口！一个手下败将，谁给你自信说这样？将身是后山练武场，师父练师父情景，捉起死定了。还有一点我有雷神。说好的是私下决斗，这人太过了。放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他怎么不继续？今日之事可知罪？不可做啊！小孩没事，别管我了，先看看你自己吧。师父，师父，师兄啊，冷暴力是感情生疏的主要原因哦。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就说，你不要说。你来当来劈死我吧！您不生气吗？真的？我师兄要出马。嗯，太好了，师父。燕儿，你怎么了？那你养我什么？师兄，你多烦心了。师父，这些都是超八戒的魔晶，辛苦你了。我觉得你师父总是额外的关心啊。冲师父冲罪啊。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？没有拒绝就代表希望很大。老兄，咱们还是快回去吧。怎么回事啊？武长老也是美，但是万万不可以亵渎。在薛永鹏他的爱情面前，年龄辈分又算什么？小孩子喝水，来快来！这种时候还不上？闹！你看啊，这对风水组合像不像咱俩？故意的，没关系，我看见茫茫草原，幸运的额头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